朝三暮四。古代有个人叫鞠躬，他养了很多的猴子，这些猴子既淘气又很可爱。冬天天冷的时候，猴子们在外面找不到食物，鞠躬就每天喂他们一些橡子。鞠躬对猴子们说，从今天起，早上给每个猴子三个橡子，晚上四个。猴子们一听都生气了，在地上乱蹦乱跳。鞠躬一看猴子们都不满意，便改口说道，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那就早上给每个猴子四个橡子，晚上三个吧。猴子们一听早上给的多了一个，都很高兴，就再也不闹了。小朋友们，这群猴子傻不傻呀？无论是早上三个晚上四个橡子，还是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橡子，一共都还是七个橡子，总数并没有增加。朝三暮四这一成语原意是指用诈术骗人，后来引申为反复无常之意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的故事吧。